来个双锤合并，一二三，脑瓜子懵懵的吧？还可以来，再来个啊双锤，哦，满眼星星吧？还能进多久？拜拜啦！哦，橡皮糖做的头颅是不是啊？哦，弹性十足，这牙口还不错，满口的彩虹牙，彩虹牙，你们吃过彩虹糖，见没见过彩虹牙？这就是彩虹牙，非常完整。我们这一次放得过你的牙齿了，但是不放你的头，拜拜。右手斧，左手锤，我还怕谁？竟然用弓箭来射我，你是不是想赶下一场比赛啊？拜拜了您嘞。我解锁了新的武器，看一下什么武器，刚才被射中一箭，好痛啊，大锤，雷大锤。好，我们把弓箭拔下来扔掉，右手铁斧，左手铁锤，这装备还怕谁啊？来，小样，你有盾牌了不起是不是？还有谁？盔甲，哇，又新锤了。哦，我现在两把锤，两把锤更加无敌了。来吧，来送命吧。哦，流星锤，先把锤子给你拿掉，武器给你卸掉，看你还牛不牛。哦，还敢不敢上来？再把你的盔甲搞下来，来个双锤合并，一二三，脑瓜子懵懵的吧？还可以来，再来个啊双锤，哦，满眼星星吧？还能进多久？拜拜啦！这次起不来了，才起来，再给你一锤，哦，三个人打我自己，好，那就来个一 v 三。流星锤，哦，你的头这是不硬了吗？还硬不硬？盔甲全给你敲烂！哇，长矛，长矛了不起，长矛了不起！还有最后一个，赶快放下武器，就地投降，可以饶你不死。后悔来不及了，再不投降就给你 KO 了。哇，盔甲掉满地，确定后面没有人了，就你自己。那可以好好玩玩了，来，让我们一块玩玩。先把武器给它卸掉，还有盾牌是吧？盾牌，盾牌也给你拿掉。哦，右手废了，光左手了，左手到后面去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要用头吗？用头来攻击我吗？这些破铜烂铁应该能卖点钱的。好，我们把它敲碎，等 Superlad 来了卖废品。卖两个零花钱。好，没有人，我就怕有背后偷袭的。好，醒醒老兄，醒一醒，不要装了，这边还有一个正在爬着，我帮你解除痛苦，你看你多么苦啊，爬不起来了。这样让雷哥来，先从手开始。哇哇哇哇，不要哭，不要喊，一点点疼而已。走一个木头人，哭什么？喊什么？啊！我胜利了，这么轻松吗？这么轻松吗？我还没玩够呢。腰带不错啊，可惜拿不下来。哇、哦，橡皮糖做的头颅是不是啊？哇、哦，弹性十足，这牙口还不错，满口的彩虹牙，彩虹牙，你们吃过彩虹糖？见没见过彩虹牙？这就是彩虹牙。哇、哦，非常完整。刚才没有对你的牙齿下手哈，我们这一次放得过你的牙齿了，但是不放你的头，拜拜。好，又是双锤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吧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帮我点一个关注，留言、收藏、分享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